见。我说。粗粮，粗粮就是高粮，红高粮。少玉米，不能大几，这几万斤呢？一万斤的。我这个二手不妥呀，这个二手是走吗？哦，谢了，费用走，费用走。麻雀，麻雀。大自然的馈赠。又不是块钱少过来了，这妈的不要了，秋天看着那个数字数个啥？数个啥？是不是？好嘞，一万六。上来。这是我们北方的土豆粉，不是红薯粉，是土豆粉。你不要讲，你这是逛吧。大排骨。我这干是在吃，还是我给你吃点回放。吃完。我吃点这个菜就够我那你要说吃煎饼这个，我吃点。二十六七了吧？